水和桶共重12千克，倒出还剩7千克。问你桶重多少？同学们，我们认真来分析一下结合图形。首先的话，水和桶，我用一条线段图表示。假设这一段是桶重的，之后这一段是水重的，它们总共一共重多少？12千克。这一段是12千克。那再看到倒出一半水，嚯，倒出的是水的一半，那也就是截断。这个部分是水吧？倒出这一半之后还剩多少？7千克。这剩下的这个7千克是水和谁？桶和水。对，桶和水的一半是7千克。总共这里是12千克，那么还剩7千克，倒出了多少嘞？也就是12减7，得到5，也就是说什么是5千克？水的一半。非常棒。那水的一半是5千克，那么这一段也是5千克。那么桶2千克，7减5得到